这个比例两头身大帅哥啊，做核磁共振。哇，李诞很贱啊，问医生说程璐的头卡住了，是保机器还是保大头啊？这个我当了领导之后身体确实是越来越差了啊，最近我呼吸都有点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呼出来的气老是有酒气。我的司机送我回家都对我说，你不要讲话，前面有交警啊，我怕被查出酒驾。我说我，哎呀，其实我又不傻，是我喝酒，他怎么可能会被查出酒驾，对吧？他就是不想听领导讲话啊。这个公司呢，为了我们的健康，还给我们安排了体检啊。这个我现在的健康格言就是坚持体检，坚持喝酒。有一次一身酒气就去体检了，这个还跟医生说，你检，你给我检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检查结果一出来，不仅肝有点问题，胆还有点肥。医生说我现在跟你一样，头有点大。头大，这个。公司每年安排体检呢，其实很多脱口演员都爱跟我一块去，主要是想约我的大头一块去啊。他们太喜欢拿我的大头开玩笑了，真的就是量身高。庞博说陈哥这个身高幸亏有这个大头，要不然不得一米三了。这个比例两头身大帅哥啊。做核磁共振，哇，李诞很贱啊，问医生说程璐的头卡住了，是保机器还是保大头啊？过分。这个建国呢还刻意拿了个尺子过来量我的头围，哇，拿着尺子在我头上绕啊绕啊，边量边说，哎呀，这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太过分了啊。这个当然我们公司身体都很好，这个我们公司还组织了专门打疫苗，前一阵就一般人打疫苗都会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对吧？我们公司的人都是问医生打完疫苗多久可以喝酒啊。医生说七天，我们啊七天能不能少一点，你想多久？三天行不行啊？人家隔壁都是两天啊，三天我就在你这打，不打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你这里打得好的话，第二针还在你这里打啊。医生说好好，看在你诚心打的份上，三天给你一针啊，不要告诉别人啊，这个开玩笑了，医生不会这么说的，大家还是真的要少喝酒啊，按规定打疫苗。话说回来了，其实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不想去医院，是吧？上次我陪我爸去医院，医生问出什么问题了，我说我得给我爸做个 CT 啊，我爸吃鸡爪把这个骨头卡嗓子里了，医生说做 CT 要600块，我爸说啊这么贵，医生说嫌贵，以后就买无骨鸡爪啊。我是多么孝顺的人，是吧？我说爸不贵，以后咱就吃有骨鸡爪，卡住了咱还来啊，非常孝顺啊。